必须为这座圣坛净化司徒宋恩领主的邪恶力量，小心，仍有某种黑暗在窥探我们，伺机而动。 你们这些蠢货，竟敢来弄脏这个圣地！我召唤汹涌的流水，听我号令，淹没这些入侵者！ 欢迎啊，派克修士！你来的时机正好，来见证我们的胜利吧。只要仪式完成，库尔提拉斯的舰队就会属于艾萨拉女王。各位英雄，快阻止他们，不然舰队就完蛋了。没人能对抗风暴。让我回到海。海归海。 尘归尘，潮水归潮水，愿你的灵魂找到平顺的海流。 库尔提拉斯舰队马上就属于你了，司徒宋恩领主，你好像有访客呢。大人，快住手！别把库尔提拉斯的舰队送入黑暗之中。蠢货，我们必须回到海中，艾萨拉女王会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回去。 快决定！
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休想！那我就把你们的身躯丢往最黑暗的深渊，大海会让你们粉身碎骨，直到永远。大人，你已经变成海潮的敌人，所以海潮把你吞没了。奇怪，黑暗的力量没有消失。各位英雄小心了，某种看不见的邪恶力量仍然潜伏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想办法从圣坛上面移除它。黑暗扎根，一并散播，门户大开。夜朝母之名，别去听那个声音，这可怕的东西会扭曲你们的灵魂。在黑暗中等你。你们竟敢干涉我的计划，就凭你们也想抗拒我的意志？好好享受这场胜利吧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能感受到那个黑暗的力量已经开始消退，这个圣坛会恢复原状。英雄，谢谢你们给库尔提拉斯带来希望。风暴会在我们心中成型，我们要坚持。